星期三上午，30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先是聚集在中共民政部外拉横幅抗议，后到王府井大街游行示威，却遭近百名警方人员围捕。现场人员表示，河南新蔡县一位艾滋病患者杨振兰前一天病重身亡，抗议情绪激动。中共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若剔除补贴，养老保险已经陷入收不抵支的境地，缺口近1000亿元。不良制度让民众甚至放弃社保。官方数据显示，今年累计中断缴社保的人已有3800万。近期，大陆十余省遭遇阴霾的袭击，美国驻华使馆花巨资为员工订购数千台进口空气净化器，以确保他们的生活安全。纽约时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·汤普森说，公司将审议所有亏损业务，包括纽约时报中文网站。纽时2012年10月因为刊出一篇有关温家宝的报道，后来就一直遭中共封锁。新南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